我是蕾蕾，我今天要来打开的是时尚好莱坞变法三喽。那我们打开喽。我们打开有这些东西，那我们来制作喽。你要先挑什么颜色？我要粉红色，然后画蓝色。好，粉红色来。然后我们这边。开始画。嗯。来做假发了。首先把它打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滚进去。做反了，然后这个要对准，看起来，开始，哇，好简单哦。对啊，原来那么简单。它这边是要把它剪掉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像头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。接下来来做下一条，一样的步骤，穿过去，穿，放上去，盖起来，准备。觉得关掉，打开，喂，喂，有的，然后把这个拿起来，又有另外一个假发，好了，再来把它剪掉。好，自己 DIY 的，对啊，很方便。再剪一个，在家也可以做假发，超酷！哇哦，假发就完成了。还有护夹子可以夹在头发上面。对。那也可以做卷发。嗯。然后夹子也可以直接戴上去，也很漂亮。可以再进去看看。嗯。好美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再进去。有点像打钱。其实也不太会痛，我干嘛关起来？把头发藏起来一下。就完成了，出去外面，多时尚啊！你好，我是时尚主持人蕾蕾。这个是我的美发棒，我现在要来做卷发了，插进去。来吧，我们刚刚已经剪好了，是要把它拉下来录。有的有的，噔噔，好了，香水。
好好玩哦！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！喝香水。